怎么啦？不知怎么的，今天手感不好，投篮只射不进，还被教练一直批评。今天是不是没吃早餐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脸都绿了。啊、来一杯牛奶补充一下今天的养分吧。幸好我们生在3024年的马来西亚，科技很发达。喏，隔着屏幕下单就可以拥有新鲜的牛奶喝啦。嗯，很好喝，这是什么牛奶啊？喝了感觉精力一下子就冲上来了。那是当然，这是 ProMix 的草饲牛奶。除了基本的钙质、优质蛋白质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B12， 相比于一般牛奶，草饲牛奶中的 Omega-3 更多，共二亚油酸的浓度比一般牛奶高出2至3倍。好了，现在马上喝，大家加油哦！2024年的你们，该不会要自己走路上楼上课吧？一点都不心机啊！